你是不是在睡前想吃或者喝稀，但是又心烫？今天大家推七宵夜，奇案吃些有助眠功效，你睡得香，不常烫。香蕉，因香蕉包含的蛋白中有氨基酸，有安神的功效。香蕉中含有大量的铬元素，能有效防止血上升及肌肉，而元素可以有效消除身体。上所述，睡前吃一些香蕉，与更好的入睡，是有着很好的助作用。菊花茶，菊花茶之所以成睡前配茶品的首，主要是因其柔和的舒眠作用，是凝神的最佳天然方。牛奶，睡前喝杯奶有助于睡眠的法早已人皆知，因牛奶中包含一色氨酸，它能像氨基酸钠的功效。放心，睡前喝牛奶不但不胖，反而可以充身的。蜂蜜，往你的牛奶中或香草茶中放入少量蜂蜜，一些葡萄糖，能促使你的大厅只生食宿。食宿是最近的一保持清醒有的神宿。大量的糖分具有作用，但是少量的葡萄糖能的暗示大分泌 orexin 苯基二喹是蓝，是一心的思反向的神宿。所以低脂低蜂蜜倒奶或者香草茶中也是有助于睡前放的。土豆，大家都知道土豆能肥的秘方，但是你知道它能助你睡眠哦，它能清除掉可睡眠的色氨酸起作用的酸。得到效果，你只要烤熟碎后入牛奶中食用即可。一小小的烤土豆是不破你的味道的，相反它能清除那些防色氨酸催眠作用的酸化合物。如果混合奶做成土豆泥的，效果更加的棒哦。烟片，烟是很有值的睡前佳品，含有富足的氨乙烯负五甲氧基色胺。煮一小碗，加上蜂蜜混合其中，是再合不过了。大口大口的用力嘴嚼，足以填你的牙洞了。有肥功效，同烟片能使生褪黑素，一小碗就能起到促睡眠的效果。如果大量嘴嚼烟片，效果更佳。杏仁，杏仁同含有色氨酸和肌肉的凉，所以吃少量的利于心健康的果，也是催眠的又一妙招哦。